男朋友跟我分手，不肯见我。为了得到他的原谅，我决定偷偷去找他。哥，你也别上火了，我感觉这里边肯定有误会。不管你看到什么，你都应该跟他好好聊一聊，对不对？你这事不聊。兄弟，你听我说，没有啥误会。我这个心里这道坎儿，我始终跨不过去。哎呀，男人嘛，我都懂，但是你得跟人沟通啊。不聊这事儿了。聊了你直播，你这直播最近还挺好，整咋样了？整的一直挺好的呀，但我最近想做一个账号，你帮我参谋参谋，研究研究。被发现了，你咋来的呢？你能不能听我好好解释？我听你解释啥呀？我听你解释啊。哥，你俩聊，完事儿我你先走。哎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别走，我跟他没什么好聊的，啊，走，咱俩放下。你别走呀！你给我松开啊！就让我做一个渣男行不行？以后我会长期找女朋友，我不会找一个长期女朋友，懂不懂？